新台好，欢迎收看十二月十六号公司中岛新闻，我是邝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天的电话消息。来看是这个台北市的文化局长倪崇华讲，这个新书作风的争议真大，真有可能和瓜分贴完。人民媒体报道讲，这洪秀柱正可能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来收听会当做公主席洪秀柱是来反驳。今仔日全台湾这 PM 2.5 浓度达到上高级，而且北极的高温有哪创纪录。新闻开始来关心的，就是今日台中冷气团已经到了相关是今仔 AM 哦，今仔 AM 加一一百将会出现了这十度的低温，啊，也未降温，这东北风嘛已经甲这中国的这外海队长 AM 到今仔日会再拢带来到台湾，第四半波变成一线的观测站拢测到这 PM 2.5 浓度会达到上高级。台北101差不多看袂到啊！透早出门，四季拢蒙蒙雾雾。东北风带来中国大陆的污染物，环保署监测到 PM2.5 的量，西半部差不多拢是橘色，达到上严重的标准。拜二要按万里，甚至阁关到每立方公尺有103微克。我们有76个车站哈，然后在这这从五点到现在哈，大概。总共是有66个车站有到达这个紫色等级哈，所以影响的范围还蛮大了，几乎是全台湾都涵盖了哈。环保署表示，这虽然不是今年浓度上高的一届，不过86%的测站拢自爆，算是今年 PM2.5 污染地区上大的一届。估计到尾暗就会慢慢啊好转，不过空气污染解毒，一波强烈大流冷气团上冷的时间，暗时才要开始。从今天傍晚开始到后天清晨，将会达到威力最强的时候。预计在嘉义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沿海及空旷地区，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有机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拜三暗时到拜五的透早，嘉义以北较寒的地区，拢有可能出现10度低温。南部嘛，加拉有12度，爱到拜五的日时才会回暖。雷峰方面，因为冷气团较大，加拉有东半部加北部的局部地区有短暂雨。记者林进禄、陈雄伟台北报。我们看到这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公布了上新的北极年度报告，指出讲北极今年的这平均温度起来摄氏1.3度，这是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上高的，这嘛改变了这北极冰原的面貌，令生态嘛受到真大影响。十个国家的70名科学家共同集结的2015年北京年度报告，监测时间点是为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9月份。报告指出，今年北京大陆的平均气温创下115年来新纪录，升温摄氏1.3度，为20世纪来算，升温摄氏3度，而且逐年10月份冰层结构上高阶段，也创下1979年以来上高纪录，并且砍掉冰层甲1979年来比也减18%。格陵兰正拄着2010年以来上严重扬冰现象，代表超过一半的冰冻消失去。In some places, such as the Arctic, it's warming much more quickly than elsewhere, and we could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ce of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北极的扬冰现象也和国家在日头光建立海洋的顶层，和光合作用变强，海草数量也快速增加。Given consistent projections of continued warming temperatures, we can expect to see continued widespread and sustained change throughout 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system.报告同时指出，气候改变阁造成气温的盘旋。原本伫北极圈南部区夜宵的鱼仔，亲像鲨鱼、翡翠、红鱼等鱼仔，渐渐往北移动，出现伫北极海域。而且，因的盘旋也对一挂北极细型鱼仔形成新的生存挑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的，依然是这气候变迁。这届这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了这巴黎气候协议啊，为全球的这地低碳社会带来转型的一个机会。虽然台湾政府有提出这减量的时间啊，加这数字，啊，不过做法也阁无明确，所以学者是真啊烦恼。咱台湾再生能源的推动真正有够慢，因为十几年来只有成长一拍尔。
巴黎气候峰会完成历史性的协议，确立全球转型变成低碳社会，绿色经济大方向。而在一场台湾社会风险论坛顶头，有学者指出，台湾推动再生能源的速度大大输乎其他国家，像日本等工业国家平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是13.14%，但台湾只有2.14%，成长的速度敢那高了白。我们在2001年到2014年，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只有成长1%，哦，这真的是值得称。你如果去对照世界各国，这实在是太慢太慢了。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嘛，通过全球要拍拼，甲温度上升控制2度，而且要进一步以控制1.5度之内做上大的努力。过去要支持以核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中间人艺术李远哲，即嘛是强调，太阳能等再生能源这是人类最后的出路。核能是早就应该 out 的，不要到5年，阳光发电会比任何燃煤或者是核能会更便宜。目前台湾温室气体，大家人平均的排放是12.95度，离人口1000万以上的国家排名第八。面对台湾的高排碳，台大上新研究嘛显示，民众支持台湾产业转型，认为发展经济未到环保有冲突的比例有72%，各有85.1%受访者愿意为了发展再生能源来付较高的电价。记者林正梅、王庆忠台北报道。毛病看了这玻璃松腿的台中来炸掉这啊逃避都办的影片，这相关对网络来 copy 过为这个影片，完一了都来变做这都办的公碟的卖，因为这数量上过大，令日本甲美国将这厂商拢派人来台湾做了解。王健进入台中西屯这个高级的公寓，一入来房间内底，大家拢吵一条，因为现场摆满电脑甲收录器，另外一边是满满的盗版光碟。向往伫咧网络贩卖盗版的电影跟影集，每个月收入超过50万。他目前的收入品质是以蓝光为他的卖点，因为蓝光的解析度非比较强，他一般卖一片50块到100块，市价大概在1000块左右。警方伫咧现场抄出108台收录器，也够超过50000片的盗版光碟。54岁姓甚名嫌犯，因为有英语、日语、甲韩语的能力。家己为国外网站下载高画质的影片，翻译了后，佫佮转制做盗版光碟来贩卖。因为数量真大，连日本、美国的厂商拢派代表来了解。まあそういったのが今回半年間かけてですね、内定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のような大きな摘発に結びついたことはですね、非常に日本の権利者としてもですね、嬉しく思います。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在做修法、著作权修法的考量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实体盗版物是几乎看不到了。可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市面上都还是存在这些盗版物的。日本代表初步构成，包括 NHK、TBS、富士电视台等等。在这个案件中，被侵权超过3000万的台票，警方表示，嫌犯贩卖盗版超过2年，不法的收入几百万，侦讯后以违反著作权法，依上法办。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是台北地方法院在审查这秘传套谣案件，今日国一届开庭来传了这秘传前董事长魏应聪甲几啊名被告有哪传四名证人，其中有一名这秘传中研院检验员作证时阵是专业来为魏应聪来辩护。在开庭的前一刻，秘传前董事长魏应聪出现在台北电影，伊的面无什么表情，面对媒体的问题，犹原无讲半句话。秘传混油案搁在开庭审理，除了团伙魏应聪，还有秘传前总经理查美峰，才几名被告，检辩双方嘛要针对四名证人，展开规工的交互诘问。其中一个到庭最近的秘传中研院检验员高玉珍，是负责秘传调查油配方制定的关键人物。伊个讲，秘传油品拢是有符合高温安定的诉求，会出现结晶是自然的现象。制作出来的产品会使用暗色的包装，是为了防止内底油晒到日头，绝对不是要暗藏油品会结晶的状况。而且调和油内底有诶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健康是无害的。高玉珍的相关证词明显对伊头家魏应聪有利。魏应聪的庭上是拢无发言，等到一直额头咧做记录。这件已经审理几啊个月的秘传混油案，上紧会咧明年做出宣判。记者蔡慧玲、邱厚宅台北报道。台湾特别总统大选啊，七大工商团体要对后礼拜二开始连续3天，要向3个党的候选人来面试，提出10大问题，希望因会当一届就向工商界讲清楚，讲若当选了，因有实际的作为是要做啥。
总统大选进入八个阶段，国内七大工商团体会在后礼拜二十二号、二十三号、甲二十九号分组三场，针对两方经济、科技、环保、能源、投资、金融、财税、创新加主题等议题，等出十本。爱三组候选人讲清楚，当选了后的实际作为。如果台湾投资环境不能改善，那我们面对着整个大陆红色供应链的一个崛起，那台湾将来。真的，我们也很对未来，我们是感到忧心。第一场后日拜日提问对象会由传媒陈建仁拍头阵，第二场是宋楚瑜加徐欣盈，第三场是朱立伦加王如恒。第十二月底到，江总表示，台湾企业在大陆经商的真多，所以候选人对两岸政治的态度，拢会肯定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力度甲规划。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提出三件，第一件是台湾政治舞蹈经济，也件立法院阻碍重要法案拖累行政效率，更加件大家化起青年主体，却是无人说明土地资金为倒也来。另外，决定发电地点也是企业界关心的焦点。绿能核电，要除以要封存，但绿电啊，现在天然气发电，比较便宜，但天然气二十万吨的码头的船呐、啊。要进来还没有完善，这些都不是空洞喊出口号就可以做到的。林碧峰认为参选人敢会当对台湾经济现况对症下药，这是企业界上注重的代志。那是政见搁较侪，却是背离实际会当持平的程度，对台湾未来发展是无帮助。这拢只是在讲政治，不是真正在解决经济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我们看的是国民党话听了后，风声讲对方一直透过真侪管道来关心。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要去上海和台商见面，起码一个风声讲伊会去北京和习近平来见面。这方解读讲对方是支持洪秀柱直选去了后来做党主席。洪秀柱今仔是澄清讲，这不可能，根本就是胡白讲。国民党话听了后，外团对话一直透过各种管道表达关切。更加有消息指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十九号将去上海，了后转往北京，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主席会伫选前登场，外界解读这是对话支持洪秀柱伫选后担任党主席。不可能嘛，这简直是胡扯！大家用脚趾头想，不必用脑袋想啊。第一个根本没有联系，第二也真的是目前没有什么必要。洪秀柱澄清绝对无主席会，强调这摆去上海完全是甲台商见面，也强调这摆唔是讨论是不是什么人去选主席的时阵。不是说今天谁要选谁不要选，是你要选这个到底替国民党的下一步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不管谁来做这个党主席，这个要选举完以后，如果说。情况很不好的话，对未来党的这个路啊是越走越困难。虽然洪秀柱后进主席会，按国民进党的位也是炮灰名列。如果未来真的洪秀柱要接党主席，都要去跟习近平去做面谈的动作，那么是不是代表连国民党的党主席都要中国党主席来做一个允可？国民党现在乱成一团。难道洪秀柱还要去找习近平取暖吗？他不知道这个在台湾社会是下跪帖有多吗？洪秀柱今日澄清主席会团员，呼吁大家团结共同来拼胜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说，台北市长郭文婷就任要一周年了，即马风声啊，这文化局长林崇华伫个市府员工对首长的满意度内面是吊车尾，啊，搁定定有一挂这争议的代志出现，讲好这郭市长列做会互人替换的官员，啊，对着这件代志，这市府的发言人今天表示，现阶段这郭文婷无临时调整的计划。台北市长郭文鐵就任即将要届满周年，传出即将要进行第一波的人事检讨。消息指出，文化局长林崇华伫市府员工对首长满意度调查尾，媒体更加压了，伫举办金马奖期间，更加是动用私人的关系，邀请导演甲助理入住台北文化东方酒店，那是争议不了济，结果阁无好，所以被郭市长撤回，首波替换官员。林崇华回应，家己一切拢是按照规定办理。绝对无当用私人的关系，没有利用个人关系招待，这完全是依规定办理。那相关的规定，可以去跟我们财政局去了解。
民进党议员吴思瑶认为，李宗华会被替换并无意外。李宗华身为文化局长，也无对文化根本都无了解，在真侪文化的议题上，也拢格话话是上无存在感的局长。我替柯市长非常的着急，毕竟柯P市长他一再的说，改变首都就从文化开始，这么重要的文化工作，在这一年当中却没有任何动静。所以他是一个史上最没有存在感的文化局长，把文化局变不见了。媒体更加聊了，李宗华进前为了台北设立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作品停时有欠点，遭到国民党市议员陈立辉的检举。李宗华为此更加是走到议员的办公室，对陈立辉讲：“你爱什么，想要以条件交换首席指挥的作品。”陈立辉表示，李宗华用公信力的方式来讲市政是真害。他不晓得，其实不能这样子跟我们讨论事情，因为。没有，我们又不是在谈生意，他可能搞错了，他可能讲那以为他在谈生意啊，其实并不是啊，怎么会是谈生意的？他用那种态度其实是很糟糕的。对传闻，北市府表示，首长的评鉴制度应该涵盖各面向，相关的指标综合作为首长评量参考使用。不过现阶段郭市长并无人事调整的规划，市府内部分海选派、副选派，而且是常常斗来斗去，以及市府人事异动，拢是外界有一个影、西一个囝的不实猜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五大公民团体嘛，提出这個台中市政府十大罕见预算，来支持这個建设局加多发局相关的局处，总共有103亿的预算，啊，变了无妥当，啊，有的是真罕见的，其中以道路预算占上关，公布到1公里的路，竟然要2亿7千万。公民团体年终大体检，列出台中市政府十大乌龙预算，点名建设局甲都发局，乌龙预算占了比例上悬。第一名就是道路预算，拢总两条新开的道路，加起来无到2公里，算要开掉将近6亿。永春东路接游园路，那它短短才830公尺，可是它的造价却2.8亿，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我们把它列为第一名的最大的理由，因为它比去年我们票选这个石冈隧道这个案子哦，它110公里哦，要造价100亿。公民团体点名，参照是永春东路延伸过大都线的道路，短短830公尺，就要开将近2亿8千万。第二名就是台湾太规划案，除了61亿的预算，新市府改造是数位营运中心，还佫加开8亿。第三名是配合台中新火车头的路线，要来拍通大地路，短短400公尺的道路，预算就要开将近20亿。这个建设其实是无意义的，然后对整个大台中的一个环境来讲，其实我们是无感的。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个机制都是存在的。市府也强调，整个市政的一个财政的编列是依法来编列，是可受公平的。公民团体批评，十大预算拢有争议，嘛看不出对着大众的利益有帮助。而且土地征收佮相关补偿加加起来，就将近103亿，嘛呼吁市政府应该重新审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教育基金会嘛，公布今年的十大这囡仔相关的新闻，统计讲到达有这465条囡仔互人苦读的相关消息，失去了这53个囡仔宝贵的性命，其中有70%是未满6岁囡仔，其中又够23个是根本也够无2岁婴儿。今年7月份，新竹县一名新官家乡的舅公帮17岁查孙仔照顾2岁半到1岁半的孙仔，高工竟然只让因食四间的饭，阁无让因水啉，阁常常甲因拍，造成哥哥死亡、妹妹重伤。这个真残忍的新闻，予教育中心评选为年度十大二报新闻的第一名。教育中心统计，今年拢总有465则儿童虐待相关的新闻，得造成53个囡仔死亡，其中6岁以下的情形上严重。0到6岁的有36件，2岁以下有23件。近三年来，0到6岁孩子受虐的比例是增加的。
根据卫生部统计，今年仅仅是上半年，就有4879个儿少被不当对待，平均每一天新增加26名受虐待儿童，0到6岁幼儿比例就占将近1/4。因幼儿受虐待比例愈来愈高，而且虐待者的手段是愈来愈凶残。我们真的是担心这个社会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对一个这么幼小的孩子，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去虐待他？请大家鸡婆一点，不要去害怕说去打那个电话，因为有可能你的一个动作可能就帮助了一个孩子。教育中心表示，这几年来虽然儿童虐待的事件有淡薄仔降低，也毋过婴幼儿受虐待案件是增加，因呼吁政府应该建立如何积极主动的关怀机制，在这关怀社会如何应该确保每一个囡仔拢会使健康平安的大汉。记者陈淑君、林志坚台北报道。生活方面的消息来提醒，讲即马困会讲，讲得到气感的风险会提高。这是国内研究发现，听听这啊困会讲，或者有困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得到气感的风险较高。医生推测可能含这困的品质歹，身体拢伫个发炎的状况，会引起病变有关系。42岁陈小姐最近困一直讲，原本以为是鼻仔塞着问题。后来厝内底人叫去看睏眠门诊，顺续去胸腔照电光加电脑断层检查，无想到意外发现得到肺腺癌第四期，倒病的肺加正病的肺，各有将近2公分的肿瘤，所以一时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因为我平常都有固定在运动，那饮食也都很正常，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会因为这样子得这个病。加在陈小姐经过标靶药物治疗了后，目前肿瘤已经变较小，并且得到控制，即要定期追踪就医的。医师讲，国内有研究发现，常常睏的时阵会讲，还是有睏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得到肺癌风险比一般人高。虽然确切原因也唔知，也不过医师推测，真可能甲睏眠品质无好、身体长期处在发炎情形、诱发肺部病变有关系。我们肺部的这些上皮细胞，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分裂的次数快的一种细胞。当我们的细胞分裂次数越多越快，它产生突变的几率就比较高。医生讲，肺腺癌早期因讲无任何症状，有60%的人发现的时阵，癌细胞已经转移。所以建议民众，若是睏的时阵拢会讲，有睏眠呼吸中止症，还是三丁腺内底有肺癌病史，每年上学定期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将发到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是分别接到这电子邮件威胁，讲要对着学校发动大规模攻击。为了安全的问题，这洛杉矶有1000多间的学校，65万名学生囡仔怎啊停课一天？主要正是讲两件威胁拢是韩国带。校车空空无人，学校大门关起来。洛杉矶东郊15号透早接到电子邮件威胁，要用炸弹先进毒气，毒气爆炸攻击当地学校。因为两礼拜前加州才发生恐攻会案，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的惨剧，教育当局唔敢放松，所以下令规模全面地列洛杉矶联合学区1100多间公立幼稚园、小学一个中学加校门关起来，65万名学生停课一天。I, as superintendent, am not going to take the chance with the life of a student. 不过，洛城教育当局在7点才发布这项停课令，为家长已经送囡仔去学校，所以严重扰乱各项作息。加上后来 FBA 研判这项威胁无可信度，引起不少人批评洛城当局反应过度。其实，那洛杉矶受到炸弹威胁，当环境局也受到亲像这种邮件，纽约当局虽研判是第一。It was so generic, so outlandish, and posed to numerous school systems simultaneously. 第一电邮批代表荷兰跨跨卡丘的是提起珍珠阿赖时阵，李秀 A 竟然无大声。纽约当局判断威胁无可信度，并无采取停课措施。洛杉矶校区停课一天，对学校进行搜索，无结果了后，也宣布第二天恢复上课。记者从台北的。
来看股市的消息，伫欧美股市全面大起，亚洲股市开盘了后有哪关紧要？今日台股伫电子股带头之下，由台积电来带头盘中大起近百点。今日是台积电大起超过3%，是带动这指数起来的大公司。国际油价来止力反弹，有哪好塑化股、传统产业有表现的空间，连上绿色金融股有哪一趴的起伏？分析师认为，讲台股配合这股市，股市来自温家上国安基金有护盘，这個外资有坐单，应该有机会继续有关。已经连续了成了6年的高雄捷运，讲到今年总算有赚钱了。到11月为止，今年已经是赚8000万。这捷运公司来回收，上主要就是运量有成长，营销冇成功，也够进行多元的经营。高雄捷运这3年来，每天运量拢超过16万。就算今年3月取消学生票甲一般月票优惠，依然有16万以上的运量水准。这款的好成绩，超出营运进入第7年的高雄捷运，将出现头一摆赚钱的纪录。1到11月为止的营运状况呢，事实上是因为去年的亏损，然后高雄市政府平准基金的挹注呢，才会造成今年在财务数字上的盈余。今年截至这个位置，高雄捷运了1亿1000万，也不加上去年申请的平准基金1亿9000万，合理计算出现加8000万，也因此有赚钱。高雄捷运今年无法度申请平准基金，也就是讲明年营运想要有赚钱，一切拢爱靠家己咯。我们今年的相关的附属商品的收入呢，高达去年的5倍以上哈。那这里当然除了肖像授权，还有我们的相关的商品的贩售哈。那我们也积极的有很多的大厂在跟我们谈合作。高雄捷运销路的周边商品是高雄捷运营收的功臣之一，加上高铁、魔鬼、轻轨、营运等副业收入，也佮有土地开发案这附属事业的多元经营。高雄捷运预估，若是明年的平均运量能达到178000，高雄捷运的营收就希望能继续成长。记者综合报道。第一，这非洲的泉州，也个缅甸的这翡翠，其实拢一挂乌帮乌道插手在遐。我呢反映讲，这国际珠宝市场背后的恶心。不过即马伫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讲有罕见的两个黄金的矿场来冻下这乌帮，有那生产讲有符合公平交易原则的黄金咯。法国堪称雅典的金棕榈奖，是全球真济电影工作者一世人梦想的荣耀。这闪耀金色光芒的奖座，所使用的贵金属是位离大半地球南美洲哥伦比亚山区所提到的纳拉纳达矿区所生产的黄金，甲其他所在比起来是真纯净。伊的萃取过程绝对无使用汞或者是氰化物等有毒污染物质，同时开采所获得的碳钢拢共同来分享。Sometimes the expense is greater than the profit. All this is an adventure. Mining is always an adventure. 南美洲国家近半数的矿区拢是非法开采，那不是受到黑帮武装团体把持，就是被火化工厂剥削。离哥伦比亚较远的矿区，得到公平交易非政府团体 ARM 所颁发的公平采矿认证，纳拉纳达矿区就是其中之一。It's a model that's sustainable and that really benefits both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t's a model that can be replicated. 堪称雅典的合作对象，承包生产金棕榈奖座的瑞士有名顶级珠宝制造商肖邦，2013年起就甲 ARM 合作，成为支持纳拉纳达矿区的企业。今年因应堪称雅典60周年，要顺势推出了相关系列珠宝产品，每一个物件顶面要注着公平采矿这大字，故意显示这系列产品甲其他来源不明的珠宝无同款的所在。And for me, it was very obvious that the palm d'or had to go green. So since two years, actually, the palm d'or is produced with the gold from the mine from Colombia, and it's very ethical. And I think it gained in even more value towards the award. Colombia, a producer, is making a major effort to generate traceability in our chain, to generate better practices, to generate legality in our production of gold.But there's also a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who buy it. 这个在加勒纳斯火山区的村庄，村民也因为有合法的采矿权、加合理的薪水，生活环境加其他地区比起来，自然是加了几分的和谐加安康。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在全世界也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给人拍摄，这是缅甸社刷到今年初，现在又又来逼供在缅甸三家移民家的孩子给人买去泰国八虾的工厂给人拍摄的案例，这些八虾场的虾早就都买去全世界。李刘伯啊，欧巴加加翠翁今年22岁，两礼拜前逃出惠外工厂的缅甸移民，阮带着警方甲缅甸社记者重回贝西亚工厂，将尾啊伫工厂的后壁小巷啊内找到失散的家屋。工厂的女主人也搁挡着警察的面，指着阮的家屋欠伊680块台票的饭钱，完全无真相。现在嘛，没看哪，我老早在东边啊，将来边路来东边表的。就那路也不是买房啊，那不老干那里北京新亚那里办的，好了，这种都要玩是不？那表啊，那不当回事来个。缅甸社用了几啊个月追踪调查，已经确传了泰国的黑心血汗白虾工厂。报道讲到的一间血汗白虾厂，位于泰国曼谷郊区的龙华厝户。厂内关了将近100名的缅甸劳工，其中未少只13岁或者是更加细汉的囡仔工。伫只因无名，只有编号，阮的编号就是31号。无论是受伤破病，逐工透早2点起床，工作16至20点钟，背着79公斤的黑压壳，底薪无够台票130块，有时阵甚至爱做白工，摇巴倒。部分劳工已经被关达到数年，不少人长期将手泡伫冰水内，被条黑的头尾到外壳，双手被擦掉也是过敏，伤痕累累。也毋过护照被厂长扣住，厂内也随时有人监控，想要走非常困难。泰国警方嘛承认，即块单会议甲人口贩啊，紧密的交接，那想要破除劳工的悲哀，需要长期的抗战。เชื่อ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นี้แล้วคงจะดีขึ้นเรื่อยๆนะครับคงจะดีขึ้นแต่ว่าอย่างว่าล่ะครับคือมันมี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ดที่อาจจะสะสมมาเป็นเวลานานก็ต้องใช้เวลานิดนึงนะถ้าก็ต่างนี้เฮียสุขเขาใหญ่แต่ก็73ปีกิมชี้จวนกิ้วสูงโดยเฮียกิ้งอีช่องจีอีมีเดินชาตุยจงจีกว่าเฮียกว่าเฮียไอ้ลิวหงฟ้าเห็นเจ้าเฮียดีอุ้งอ้งญี่ปุ่นยาบีสังอ้งไต้กอสูงโดยไต้กอเรียนหาเลี้ยงตรงสิพิมพ์เดียงกอกยังกงซีก็จินจีบอยตุยจ้าออจูเอเดียกอ意大利、英国、爱尔兰拢有所谓的花果虾啊。美国佛瓦知名的红龙虾甲橄榄园餐厅，全美国50个州拢总拢有来自泰国花果白虾场的虾啊。后面一定伫明年1月将要决定，敢是要对一挂花果虾啊实施进口禁令。记者综合报道。现在这个经济景气派有哪会影响到这个就业情形，有很多对学校打毕业在吃头路的少年人烦恼赚无钱。行政院在今天进行这个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这个就业跟薪水分析，希望透过这种大数据可以帮助这个学生孩子未来在学习跟就业重要的依据。时机摆摆呀，少年人要选什么科系，也够要找什么头路，才袂变成计生做成为重要课题。行政院透过大数据统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学历来看薪水，博士生毕业第二年到第三年薪水，差不多会当成长到8班，实数5万块。另外，学士加专科生平均月薪到第二年都会超过3万块。学士跟专科目前平均月薪比较高的是金融保险业，还有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大概以这个为主，尤其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不管是在专科跟学士的层级，它的平均月薪水准都是最高的。劳动部为投保方面的数据来分析，以101学年毕业的学士为例，有差不多9万多人投保劳保，内面有20%投入工业，78%以上是服务业。也毋过其中的批发线毕业、短眉餐饮业、加教育服务业的薪水拢偏低，月薪不到2万块。大学毕业生，因为他的人数最多，他每年毕业的人数最多，但是他没有就业的状况又是比较多的，就业的行业的部分，服务业又进入了到7×8都到服务业去，所以这一块应该是我们未来整个工作的重点。这届分析报告，官微表示是第一届运用大数据分析，未来预计每个月都会重新整理数据，让资料收集更加完整。希望未来当成为科技调整，也够这届规划等方向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文学大师余光中已经87岁，不过一直在写文章。现在大师在云南替伊办活动，正关心台湾教育的余光中表示，咱台湾的少年人受到网络影响，正确地写不出来，这国文学习的比例又过下降，所以这国文的程度算作失败。
真期待希望的眼神看去头前的舞台，台塑台文化厅和文学大师余光中的粉丝坐到满满满，每一人手顶头都有伊的书籍或者是散文，等着要给伊签名。他的诗就是很有韵味，而且那个韵律感也很好，所以就是读起来也很顺口。比梁实秋更是驾手写诗，倒手写散文。余光中的读者是伫咱两岸三地拢有。但是对伊来讲，粉丝虽然多，了解伊文章的人无法度强求。粉丝要一个现场，偶像出现，大家尖叫，哦、然后、如何如何。可是知音不需要一个现场，知音一个人读，他欣然会信就可以了，哦、所以知音比较长久一点。希望作品比更加侪人了解，但其实伫咧台湾课本内底都有伊的诗、伊的乡愁，只是学生国文程度无好，了解阁有偌侪人。从小就背一点唐诗宋词，背一点《诗经》，啊，背一点这个古文，啊，八大家的都是有好处。全是白话的话，就这个根基就不够了。希望古文诗词愈早学愈好，文言文的比如卖阁下降。余光中继续来抢救古文，而87岁，伊悠然用手来写文章，坚持即个喘气同款是真自然的代志。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今年嘛是台湾文学家即钟立和100岁出期，啊，不过伫高雄美浓即钟立和文学报道入口的即酒杯啊，最近讲予人乌白喷漆了。这座放在文化部都前的大石头，原本是介绍园区内35座刻有台湾文学石碑的立口石，在何早起被人发现，石碑顶予人喷漆画了问号加惊叹号。啊，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白银的时节了。白银这是来的宽度呀。你白银我就看到了，这样一挂哈，哎，怎么黑黑？那个石头怎么会黑黑呢？在警察单位已经备案了，那。这个石头的复原也是很重要。我们大概在26号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讨论啊，有董事们讨论这个石头要如何复原。因为今年多好是钟立和100岁生日期，每座地方都有举办活动纪念这位在台湾文坛有真重要地位的文学家。官方对有心人伫顶头的喷字有还是收无，被喷出的大石头，因为爱顾及整体外观，未来敢是会请吊车甲专家加以处理。官方人员表示，会当在第26号会当首会加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在高雄出现了不少这检举的高人，就是专门在检举讲一挂路段，让人违规停放这奥多麦，啊，这车工停在人行道或者是这停啊卡，所以真侪人即马是叫发单叫较手软，所以即马有人就甲这纸板啦物件啊，甲车牌砍掉的，稳啊变作一个真特殊这街啊路的环境。高雄作业贫穷，来修车确实无停车位在细滴啊！因为这两年出现几下检举，达成专门检举违规停车人行道或者是停啊开车中，登记多的车主罚单立个手软。尤其最近2-3个月，就人连续收到各大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咱家己的所在啊，无要安怎，你要安怎扛？过几下张啊啦，隔壁嘛是过几下张去啊。检举达人，那边有时间跟你警告的啦。后两礼拜寄五张来，我今日都无拢收。车道有停车格，严格数量有限，根本无够用，只好再把车停在门卡口。对条条环检举，居民真无奈，有人过去想办法反制，利用胶纸板、阿库里吸照片等物品，加车牌砸掉的形成特殊的景观。面对这种情况，管区警察也不忍气气，爱审查受理检举案件，也爱劝导市民唔好再违规停车。好，如果说有交通违规的话，确实交通违规严重影响交通的部分，会来进行举发。那如果说没有的部分的话，也是劝导民众啊，将遮蔽的号牌的部分打开，然后驶离依规定停到合格的停车位置。警方强调，平常检举违规停车是无奖金的，只要检举人检举车辆有违规停放，警方就要依法执行。租户若是想要避免被人检举，砸车牌是无路用的，解决停车位不够的问题，则是长久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
在桃园中立的大圳路和这乌心列车头到将近的30栋的营建的石缝，有来影响到交通。环保局是赶紧找人来清，现在警方嘛赶紧在调监视器，要抓讲到底是谁偷渡的。去年我的田又被盗，哎呀，才处理完毕，今年又来了。庄仔土石就安尼冻结路中，当地居民之前发现桃园中立大圳路将近4公尺宽的产业道路，遭到不少业者偷偷倒将近30栋的营建土石，阻碍人车通行，影响交通。居民是非常的生气。应该是三更半夜里面，不肖业者趁黑夜把它倾倒在马路上啊，不过倾倒的有点过分，太离谱了。一定是大型的那个托运车去载的，哎呀，不太可恶了啦！这人家的通行道路既然……里长警察局甲环保局15号到场来勘察了后，并讲现场差不多是30栋的土石，卡数大型10栋车、爱三车这样倒了。警方已经调出监视器画面，要来清查可疑车辆。那本所将调阅路口的监视器系统，来厘清涉案车号，将依这个废弃物清那个事业废弃物清理法及这个公共危险罪侦办。查获行为人之后的话，我们会依据废弃物清理法27条规定，最高可以处6000块的罚款。那另外针对相关的废弃物的清理的费用的话，我们会跟行为人做后续的一个追查。初步调查，被盗土石道路是私人土地咯，暗个是区公所管理。环保局考虑到民众用路安全，已经协调合格清理业者去评估，并且代为清理，希望赶紧恢复道路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议会头前的绿地公园最近嘛，予民众检举，讲这草坡顶悬的树啊，予人大量遗失，也是予人除掉。对此，这县议会是表示，讲这树啊，唔是，这树啊，拢是这啊县议会在产，唔是县政府在管的老树。来到花莲县议会的门口，两边原本拢是大树的绿地公园，即马树啊却是光秃秃。30年的樟树甲青啊，拢直接被扑掉头部，讲是要撒到别所在。好福建的居民看了真无欢喜。恐怕我们要考虑一下整个民众的生活环境，还有整个社会观感。然后第二个部分，因为我看到好几株是应该非常老的树，那是不是有按照我们县府来进行列管？花莲县议会表示，这些树啊属于议会主产，并不是县府列管的珍贵老树，因为规半风台，一挂被吹动的树枝，拢会造成环境的垃圾。树啊，敢是要刷走，已经问过县府。这一部分是你们议会的自己环境去管理了哈，如果杂树林，你们认为要修要剪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有些树要移植的话，冬天它是一个适合断根移植的季节了。李六哥还表示，为了打造更加快的休憩空间，已经决定每将关议会门口的马路设置哪吒，以时段来分片，未来议会前的马路车辆将无法度通行。原则上，议会大门这一条路是属于议会所有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下午6点到10点的时间，我们会把它封闭起来，然后呢，让所有的市民在这里有一个安全的的使用空间。花莲县政府表示，议会遗失的树啊，确实不是管护的管的老树，管护已经安排树啊遗失到大本文公园甲其他绿地安置。至于议会前的道路，更是会当以时段来封闭，也需要经过道安会部通过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个高山真侪人拢甲讲哦，即马的水崩山的凶手，讲是这高山土地超限利用，唔忙这高山农业会当落山。啊，不过安尼这啊高山的居民因的经济变哪里？咱要来杀出这新的专题，要来看，伫这八八灾区的东灾区高山农业即马情形。莫拉克洪灾对高阳山区的路一个桥造成正大灾害。河川被冲入来，土石砍掉的变作石头路，人车无法度过。高山两边的农作物也拢无法度运出。大风大雨，那可能就是某些地方路段会落石，变成说我们今天所采收的这个梅子，可能是1000多袋就搁置在那个路边这样子。那我们农民就很伤脑筋了，因为如果是烂掉了，那怎么办？
公路单位继续伫咧修路，沿过高山的农作物，像桃啊、李啊、芋啊，大出的时阵拄好是雨季，路定定断去，农作物无法度及时运出，但路修好也是较难去。这个都是梅园啊，就没有再做了这样子。像高雄市桃源区群河部落，为着生存，有一挂农民规气放弃土地废耕，到边地找头路。有人是把青芋转做加工品，增加夜宵路。盐谷老来继续种青芋的农民，怎么搞拄到另外一个困难？罚得很莫名其妙，罚那个罚金也不甘心啊！因为没有错嘛。连续接到两张土地超限利用的罚单。沙溪讲，伫只种青芋已经超过两代，怎么袂用种青芋过来当做林，就因为安怎话？在造林的政策部分，对原住民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你看，有很多的造林，我们就那么一点点的钱，要让我们一整年这样没有什么任何的收入。真侪人甲土石相当的原因，怪罪一个高山土地超限利用。莫那个洪灾进前，台湾国垦荒部落多了一百多户，怎么只干那二十多户也敢留伫咧山顶？全部都以过农作物为生，造好水利局开出七张土地超限利用的罚单。接到罚单，农民正反弹，认为马球敢不是球啊？他会做矮化，还有嫁接的一个种种农业经营行为，那这些会造成整个根系的一个影，那个阻碍根系的一个发展，那会进而影响到它的水土保持功效。水利局讲，依照地形的坡度、土壤深度、强度进行加污染性质来判断，被土地农地是因为被归来将这移林地。那是果子树可以家己拖，就当归为林地。不过，这就敢那叫农民爱把土地废耕，另外找头路。这会当看出高山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国土保育之间是不是当平衡，实在是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第一，这县政顶完有写着讲，为着避免这大水来，把所有物件拢灭绝去，上帝有闹指示诺亚爱来做一个大船。起码对着这全球气候变迁以及可能面对的这天灾人口，起码科学家有哪打造一座会当讲是西部界诺亚方舟。因公司西部界诺亚方舟的全球经济库位于北欧挪威的领地，北纬78度，斯瓦尔巴群岛永冻土带一座山岩山内部120公尺所在，关注海平面130公尺设计，是为了一旦冰川融解的时阵，依然保持大水的环境。储存库内底用低温的暗土板来保温，上年维持在-18度，因承受规模6.2的强震加核武攻击，就算无电也使保持低温200年之久。The climate will change in the world,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change and where it's going to change. And through crossbreeding, we are able to create better crops that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need 20, 30, 50 years from now. Here you have the options for creating these better crops by using this diversity.斯瓦尔巴全球经济库目的就是要收藏全世界主要用作食品的农作物的经济，亲像稻啊、豆啊类、大麦、小麦、甲耐克化的作物等等，避免人类在面临大规模灾难的时阵，永远失去某一挂粮食的基因。换一句话讲，经济库会使保护农作物的基因多样性，也就是全球作物经济的漂亮所。2008年用了900万美金，折合大约3亿台币打造完成。费用全部由挪威政府来负责，并且得到联合国牛农组织的支持。目前储存在内的经济基因样本数量有86000个，涵盖范围包括全球。So this is the main chamber of the world. Here you have world agriculture in one room. 860,000 different types of accessions from more than 60 different institutions coming from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on earth.其中除了扮演中央总部的斯洛瓦巴经济库以外，另外大约有1400个经济库的分支，在世界各国运作。有的在政局不稳或者是环境面临威胁的国家，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库因为战争还是内乱而受到破坏。叙利亚战火冲击一直扩大，甚至影响到学者保存重要作物的研究。今年9月，对叙利亚搬到黎巴嫩的研究人员就向全球经济库申请提出经济。这是这座末日经济库落成以来头一摆开门提出样本。但你讲的是经济放在这并无收取费用，主要运作经费是来自比尔盖茨基金会和各国政府，将继续来扮演全人类重要农作物守护者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
那想要听到里边美国有爱经过墨西哥，暗过墨西哥的治安真恐怖。当年上无有上万名非法的移民，或者墨西哥乌都掠去。有一阵对这中美洲来移民者的妈妈，为着要找到因遐失踪的囝儿，十一年来就沿着这条移民所行的路，要找出因的影子。将近五十名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瓜地马拉以及尼加拉瓜的妈妈，摕到失踪囡仔的相片，要求墨西哥政府还一个交代。因的囡仔想要移民到美国，却在经过墨西哥的时阵遭到不测而死亡，或者是就此消失人间，一点么消息拢无。A los 26 meses recibimos sus restos, los pedazos. No recibimos los cuerpos enteros y exigimos.Que por favor, no por favor, si es una exigencia, que nos envíen los cuerpos completos, que nos envíen verdaderamente las personas que son, porque también han enviado cuerpos que no pertenecen a las personas. 墨西哥的治安真歹，毒贩真猖狂，一寡想要去美国移民的当地做着绑票、做霸票、被卡有赎金，啊，那无就是被判协助运毒到美国。经过墨西哥人权委员会报告，自2012年有一半的移民被绑票超过半年，其中五分之三女性遭到性侵。几年前，墨西哥北部挖到49个无头尸体，当地上恶名昭彰的贩毒集团塞塔斯承认犯案，受害者大部分是来自中美洲的移民。Es una situación de peligro, es una situación de persecución, una cacería que emprenden contra los migrantes en tránsito por este país. 过去十一年，这对妈妈无放弃，继续找找越南黑道，因为瓜地马拉加墨西哥的边界出发，依照移民路线探访六个都市，最后在墨西哥南部的塔帕丘拉结束，打算用两礼拜走完全程。尽管找回失踪囡仔机会真小，不过因希望墨西哥当局唔通阁轻视这个问题，因的打拼也让墨西哥改善了边界安全，包括增派警力、鼓励申请旅游签证、甲改善边境口岸的基础建设等等。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有的国家的民众都要改搭由这货柜或者是拖车改的这小的这房屋，啊，现在这有哪流行到这澳洲，啊，现在像细间的这客家有哪一直在演变，更加注重生活基本的需要，啊，功能也更加好。国家这顶会当上下山顶那个眠床，这间迷你小厝就已经好势啊。这间迷你厝的厝主是一对翁仔某。因为经这种小型厝，主要是要追求国家做经济自主性，买做迄种排着正管房贷厝奴。We can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and essentially we're going to live outside. 这间迷你厝只有5.3平，是澳洲布里斯班大厦建筑系学生专业建筑的成果。It's all off-grid. We've got a composting toilet, laundry, and the grey water processing below. And on this side, we've got a lounge room with a bed that drops down from the ceiling.澳洲厝价一直真悬，伫全世界排名真头前。愈来愈侪上班族加小家庭已经无法度负担大平数的客家，改建一挂小型厝，也毋过一挂迷你客家已经对进前基本的凉风避雨，到目前愈来愈讲究功能性。专家讲，澳洲的厝价无可能明显的下滑，所以小型厝会真时行。I think it will be a long-term option for a lot of people.在国际之间，2013年就一个消防运动，用火柜改装成做客家。美国甚至有专业的消防建筑团队，专门去7平左右的客家。来自美国麻州的朗德，2009年就开始注意这种小型厝的风调，也开始进行消防建筑。I've been watching it grow and grow until it's finally hitting the mainstream now. There's actually 3 shows on right now: Tiny House Builders, Tiny House Nation.And tiny house hunters, so it's actually hit, you know, some mainstream status,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you know, they're starting to question, you know, is this something for us? Is this something, you know, it really symbolizes freedom, and it's catching on. 全世界经济继续无景气，和愈来愈侪人放大经济，和生活更加简单，更加无负担。就这波消防运动，伫咧短期内，应该也过一日，真侪国家继续流行。记者综合报道。马尾看到 Apple 国际上市问到了。
在北部地区温度是12度到16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15度到21度。南部地区温度是18度到24度。第一东部地区温度是13度到22度。华特平洋及孟马厝温度是10度到1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重大新闻，咱再会。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佩伯公民新闻报》。桃园的偏乡学校艺术教育最近获得了一笔很特别的经费挹注，53万多的捐款来自于桃园龙山国小学生作品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义卖所得，让艺术向下扎根的工作格外有意义。位于桃园市的龙山国小，今年初与桃园市艺术人文发展协会合作，在校内的龙山艺廊中，将78幅小学生的画作拿来拍卖，再加上由其他艺术家捐献的作品，义卖金额高达53万多元。而这笔款项再被人文艺术协会投入桃园偏远地区的艺术教育。协会理事长詹美华说：“有一分力，就做一点事。”我不敢家境能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能耐，我就想帮这些弱势小孩，包括我也残障教育的小孩，让他们有学一个专长。谈到这是知福惜福感恩再造福义卖活动的初衷，詹美华说是想让社会善良人士的爱心循环发酵。而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龙山国小校长罗明训时，罗明训当下就说：“我正好有50几位弱势学生，他们都是因为家庭因素导致放学后四处游荡，不如就对他们生根艺术的种子吧。”我期许我们这群孩子们能记得，我们都是接受过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要真心心怀感恩。未来我希望他们能用他们的力量，就像这一次的艺术创作应该一样，能造福世人。由杨杰云女士创办的关爱之家，过去收容艾滋病患，现在也接受政府转介需要照顾的外籍移工和他们的子女。但长期以来，关爱之家一直面临资金和场地不足的问题，希望政府能够推荐一些闲置的蚊子馆场地让他们使用，但却一直都没有下文。关爱之家成立15年，从一开始的照顾艾滋病患者，到现在还有接收外籍移工以及外籍移工在台生下的小孩。这些外籍移工是移民署转给关爱之家的，但政府却没有给予补助。关爱之家创办人杨杰宇女士表示，关爱之家的使用金一直很吃紧。那移民署觉得，这个人需要帮助，就转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角度。但是他们没有经费预算去专门去做这一块义工的问题。除了资金问题外，场地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场地。总统府一直写信，希望他们陈情，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台湾有很多文字馆都嫌弃着嘛，希望政府来公办民营或是场地给我们。可是每次国有财产局给我们一些名单名册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些房子，我们都说要，
结果最后他们也都不会给我们。即使这样，杨洁瑜女士仍然保持着帮助人的心，她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的资金和场地，一起用爱与关怀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羊毛出在羊身上，未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若要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同学们知道“青出于蓝”是指弟子胜过老师吗？但是古代的人染布真的是青出于蓝哦。哦，这是怎么一回事？染布时由绿氧化成青蓝色的现象，也是青出于蓝的另一种说法哦。蓝泥因为比母液的蓝更纯正，就是青出于蓝。到底青出于蓝和染布业的发展有什么关联呢？别忘了收看本周成语三思，青出于蓝。